人人都说 iPhone 13香，但是我手里面这台 iPhone 13它会更香。3400的这么一个价格，纯原装，没有任何问题的机器，成色99星，没有任何划痕和磕碰，从市场上淘回来的。机器的话，电池效率特别高，大家看一下，还有97%的这么一个电池效率，证明它使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这台机器它是一台美版的机器，然后是一个有锁的机器，它是需要配合这个一个小小的卡贴跟电话卡一起插进去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其他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因为需要多插一个小小的卡贴，它就便宜了1K多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觉得还香不香？A15 的芯片不用多说了吧，反正比高通、骁龙什么处理器性能都要强的太多了，使用过6、7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点大家应该也不会反对吧？依然是后置1200万的主传式摄像头，但是的话，这次支持一个 4K 的 HDR 视频的录制，显示效果的话是非常高清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点的话，我感觉安卓是还需要追很久的。大家有没有看到，做自媒体的话，需要拍摄视频的话，我还是感觉苹果更稳一点，拍出来的视频以及照片也要更优秀一点。远焦、近焦切换没有任何卡顿的情况出现，有没有发现非常给力啊？这一点就够很多安卓机器学习很多时间了吧？手感的话也是挺不错的。OLED 的显示屏就是这个刷新率只有60赫兹，对比安卓的话是差了很多的。就这么一台机器，大家觉得现在它算不算是真香？